Chris 好像在加班，走，我们去探个班吧。Hi Chris， 现在在忙什么呢？粉丝们都很好奇。我现在来带你们参观一下啊。我今天呢，作为美宝莲首席艺术官，第一天上班，非常的紧张。我在设计这个最新的这一款限量版的这个气垫 BB 的一个 logo 啊，包装。那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吧。粉丝们问了好多问题，要不我们来看一下。行。那我们来回答一下粉丝的问题。凡凡，最近肉肉在干嘛呢？最近肉肉在干嘛？问题问得很好啊。坦白说，我这段时间确实跟他是在一个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在这个基本上保持在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无交流啊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会说话呀。电话打了也没用啊，偶尔就是看看照片什么的，对。但是他应该还是生活的非常的开心跟非常的，应该活得还挺好的。我看反正估计又长胖了啊之类的，也许现在长大再撩妹也不一定，因为这孩子吧，早熟，我能感觉到。所以说这次要是回去的话，得给他好好上一课。那好，第二个问题，做什么呢？坦白说，现在我最想做就是好好把这个 logo 设计好，因为我这是啊，美宝莲首席艺术官，这个名声是不是我不能把它给砸了？我得好好设计一下，对吧？来，现在呢，我就是其实已经我感觉，但颜色跟各方面我还是得稍微的琢磨一下。个人感觉这个颜色还是可以的。凡凡，哎，在涂麦克风，是的，要不趁机唱首歌吧？唱首歌。唱个什么歌呢？I thought it won't be like this， 我想过所有的理由，想要走到最后。You are so bad girl， 我擦不行，不是你对手，我被打脸。为你不顾一切，抛下全世界。You're really, really bad girl。 没灵感什么呢？唱歌最容易找灵感。麦克风画完了。哎，凡凡，可以看一下，你手上好像沾到颜色了，要不要洗一洗啊？这个问题啊，我跟你们说，你这样问我就不对了。我现在画的什么产品，对吧？聚遮瑕，聚补水，对不对？聚遮瑕我不需要洗，我跟你说，准备好了。打开，哎，拔过来，轻轻沾一下，在手上，哎，就是怎么样，遮一下。什么都没了，被蚊子咬的也可以遮，前两天被蚊子咬了，一遮全都没了。是很不错哎，我能拿走吗？哇，你这咬，送给你的女粉丝。啊，可以，给他们是可以的啊，可以。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涂哪个部分呢？接下来啊，这边其实大体上来说已经差不太多了，再把这个篮球上个颜色吧，我觉得。听说你这次参加了全明星周末，最喜欢的球员是谁呢？最喜欢，首先是的，我是确实参加了全明星周末，然后还有幸的打了全明星赛，这个名人赛啊，名人赛的部分。我最喜欢的球星是科比，那这次见到科比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非常的激动，确实。啊，我们也不是空手来的。哦，我们给你带了慰问品，要不来秀一下吧？我就猜到是篮球，坦白说。
随便秀两下吧。哎，这段时间因为全明星打完之后，其实我没怎么练球了，已经，因为其实一直在拍戏，没什么时间。但是随便练，你看这篮球啊，一日不练，一日不练就不行，这一日不练就不行，打得很不错。我跟你说吧，反正球啊，一旦不练就不行了。现在已经不如一个月前的我了。哎呀，我还是好好做回我这个。哎呀，你说呢？现在应该是得把这个篮球也打完了，啊，麦克风也涂完了，从麦克风处唱了歌，打球的时候呢？练了球，最后呢，剩什么呢？一个吻，就这大嘴巴，涂成一个性感的红色。所以 Kris， 这幅涂鸦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幅涂鸦吗？你等一下啊，我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马上就画完了。哎，烈焰红唇呐、啊，先给你们展示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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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哈哈，见笑见笑，那是这样的。这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什么都有，大杂烩。为什么呢？因为纽约，首先美宝莲纽约，这是纽约的一些元素，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城市啊，色彩上你可以看到是很丰富的。里面呢，当然还有自己的私心啊，包括了我自己的个人元素，比如说麦克风、唱歌啦、篮球正中间啊，因为我热爱篮球。音乐啊，音乐的这个标幅，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剪影，唉，这也是一个秘密，一般人我不告诉你。你要是看不出来就算了，就别当它是我，但其实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我的剪影来的，对。然后自由女神啊这边的，所以就是一个很都市的一个感觉，然后非常的，因为其实美宝莲这一款啊轻点 BB， 它是一个适用于我觉得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的人都可以去尝试去使用它，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元素是比较丰富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当然它需要配上一个丰富的 logo， 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做艺术、搞艺术的人，所以我必须得把它画的、设计的丰富一些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嗯，那你怎么评价这幅作品呢？你这问题考到我了，就我自己吧，就觉得它其实还行。嗯，但怎么评价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还是得看广大的消费者，还有包括我的这个粉丝朋友们也好，还是这个。一直以来支持美宝莲产品的这个朋友们，希望他们会喜欢了，因为我尽力了。但是确实是我第一次啊担任这个美宝莲的这个首席艺术官呢、啊，压力山大，所以说希望你们会喜欢。嗯 ，Here you go， 要支持啊！好了。那好，那我们不打扰你的时间了。好，祝这款产品大卖，希望它会。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探班，然后我呢再把这最后这一点点的工作做完，基本上我也可以收工了。拜拜。
Watch this. Make it happen.